第十一课，他住哪儿？第十一课，他住哪儿？他住哪里？二，生词。请问，问，职员，办公室，办公，找，在，家，那，住，楼，门，号，知道，电话，电话，号码，零，专名，山本幸子。问，问问题，回答，回答问题。公司，经理，领导，职员，人员。工作，问，问问题，回答，回答问题。公司，经理，领导，职员，人员。工作，例如，工作，名词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职员。动词，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里工作？我在海防工作。例如，工作，名词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职员。动词，你在哪儿工作？你在哪里工作？我在海防工作。三，语法。请问，例如，请问，海防邮局在哪儿？海防邮局在银行和图书馆中间。中间。三，语法。请问，例如，请问，海防邮局在哪儿？海防邮局在银行和图书馆中间。中间，那，例如，他在家呢。那，例如，他在家呢。那，例如，我们怎么去呢？坐汽车去吧，骑摩托车去吧，坐，骑，那，
例如，我们怎么去呢？坐汽车去吧。骑摩托车去吧。坐。骑。省略问句。例如，他呢？他在哪儿了？省略问句。例如，他呢？他在哪儿了？呢？例如，这个是谁的？是我的。那个呢？是我朋友的。那。例如，这个是谁的？是我的。那个呢？是我朋友的。妈妈的读法，例如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电话号码是 090-122-1678。 妈妈的读法，例如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的电话号码是 090-122-1678。